你说人为什么会死啊？这就是生命的无常，这行干多了，你慢慢就习惯了。人只有珍惜当下，开心活着才是最大的意义。如果后续你需要善后，需要帮助，滚！最亲近的人。8岁，每个人都难以接受，也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。帮他们做好善后工作，让逝者安息，这才是对他们最大的抚慰。你现在能做什么？就是拿你手上的乐器啊，给别人带来慰藉。谢谢你。现在人都不爱听咱们这老东西了。唢呐是什么？国粹啊，既是传统的，也应该是现代的。我的音乐需要接地气，我特别希望能跟你合作。小城故事多，加油！这下是最造型的，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感受，只有在这里。我才能真正感受到音乐的美好，这也许也是音乐的魂吧。我们这些人在一起，一辈子都不分开。